干的。今天你们想看什么舞蹈？想看性感的还是什么？大家喜欢我可以点一下我的关注，这边直播时通知都可以点一点，直播时通知都可以帮我点一下，然后这边免费的小花花也可以点一下，还有麦善的我跟麦二，麦一跟麦二都可以点一下我们的关注，然后这边两个舞蹈预约都可以点一点哦。然后现在我给大家跳第一支舞蹈，like Kim in the face like Rihanna.
欢迎大家，先海波，先海波小礼物，谢谢各位小哥哥。跟我学跳舞，跳得很有感染力，谢谢，厉害耶！喜欢主播可以点一点我的关注哦。喜欢我可以帮我点一点关注，谢谢天涯，谢谢，感谢各位小哥哥的小礼物。然后喜欢宝就可以点一点宝的关注。手机用户点一下左上角主播的名字，那边点一个加号，那边点个关注，然后电脑用户可以点一下右下角这边的直播时通知，已经关注了，谢谢。然后呢，麦三麦一麦二我跟主播都可以点一点我们的关注，然后这边两个舞蹈艺都可以点一下，要点我的关注哦。我现在给大家跳第二个舞蹈，给你们跳第二个舞蹈怎么样？跳复古的，复古一点的。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喜欢这种类型的舞蹈，就跳复古的舞蹈，太白了是吗？可能今天粉涂太多了。现在给你们跳第二个舞蹈，喜欢主播可以点点关注。
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我一米七，我一米七。还有最后一点时间，我就不跳了。你们可以多等一会儿，下个麦序还是我，再过十五分钟还是我跳，所以我现在先休息一会儿，跟你们聊会儿天吧。大家喜欢主播可以点一点我的关注，直播时通知都可以帮我点一下哦，一定要点我关注，这么快就最后了是啊。看不过瘾的话你就关注我，再过十五分钟麦序还是我，你们再多等十五分钟就又能看到我了。要睡觉了，等不到的，那你要关注我哦，你要关注我，明天来我直播间找我。还有刚刚喜欢谢谢大家所有给我送礼物的小哥哥们，爱你们爱你们。